来自台北合众公司的创办人林天进，本身也是台西人，八岁就离开故乡，到台北来打拼，事业成功了后，常常关怀弱势，回馈社会，这个再度回馈故乡，捐助台西国小以及仁丰国小弱势家庭37份2000块的红包，发乐衣、发乐被，还有白米来帮助有需要帮助的人。小朋友大声，阁有精神的声音来甲人客问好。来自台北的服装公司的创办人林天进，佛教神圣灵书以及等等单位关注台西国小以及仁丰国小弱势家庭，总共37份2000块的红包、发热衣，还阁有发热被以及白米，希望会当让台西子弟感受到社会温暖。本地咱就住华厝，咱欢迎台西的人。这边就是咱这个南港有一间庙哦，有每年拢会给咱500斤的米，500斤的米我就给伊摕落来，给咱云林大社家。啊，咱公司有送一领保暖被，啊，搁一领保暖巾。啊，我有找一挂有关爱心这的人，给每一个小朋友2000块。诶，这个奖助基金，咱圣手企业林董事长哈，伊每一年哈啊拢发起，当然咱台西哈关怀弱势，啊帮助咱一个弱势团体哈，啊，即阵嘛非常感谢伊啦，非常因这个团体这年啊有爱心，每一年拢当来遮甲咱捐献哈。其实这位林天进本身就是台西人，少年时阵就出外打拼，事业有成了后嘛真关心弱势，嘛就着关怀社会，让学生了解有能力都爱。多多帮助人的精神，很开心他们帮助我们送了那么多东西，然后很谢谢他们特地来台西这边送东西给我们这些小孩，希望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心去帮助一些小朋友。少年的出外打拼，然后然后事业有成，然后发扬狮子会的精神，希望你当年龙会当来关怀咱台西，非常感谢，谢谢。虽然偏向的资源比较欠缺，但是来自社会爱心，让大家心内充满了温暖。摕到物资甲奖学金的小朋友，嘛拢充满了满满的感谢之意。伊将对咱这有需要帮助的家庭，除了提供奖学金以外，还佫含一挂白米加发热衣、发热被，希望咱这个囡仔会感受到咱社会温暖，希望咱未来台西的囡仔有佫较好的发展。感谢。这几年越来越多事业有成的成功人士，也都陆续回馈故乡，希望这些正向的力量，会当带好社会更加温暖的气氛。记者林贵主，差不多。